众朝拜吧。大王，来接受万众朝拜吧，来吧朋友们，我是你们永远的神 YYDS。 求我呀。哦，还有你俩，来来求我，三拜九叩才有好吃的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又走，我靠，那个也没好哪儿去。你俩是下河了吗？啊，大王，今天是一个久违的暖天气，鸡们都非常的活跃，都出来转转了。嘿嘿，看这满地的鸡，之前可没有这种景象。都窝在屋里面不出来，哎，然而这种天又是一个干活的时机，哎，今天早上刚换了一个鸡棚，一会儿再和水泥去堵墙缝，太惨了！哇哇哇哇哇，上了一只鸡哎，奇奇威武，有个棍子你就上，还嫌我的暖房不够惨是吗？嗯，哎，这是谁跑那么远？你就不怕被水獭吃吗？啊，马郎鸡，够野，连老公都没有，庇护的。看我今天捡了一个巨型鸭蛋。这俩也是鸭蛋，这是昨天捡的。哎呀，哇塞，127.8克，哈哈哈，又破纪录了。看看它是不是个双黄蛋？哦，真的是双黄，它还连在一起，太酷了。哎呀，又下了！大王，这个浪子，这个浪女不回家，下成这样，看你那个样子，这嫌热，皮太厚了。再看杨大侠这个怂货，穿上衣服他也选择不出门。刚才一到门口来了个急刹车，你妹在外面玩呢，你要不要出去找你妹去？大家说你妹，嘿嘿，去吧。今天早上狗子们吃的是猪头肉，人不如狗系列。大王这个坏狗。吃完了自己的，还要再去吃别人的。大侠吃饱了，每天早上都是这样。大侠吃的少，吃完了剩下，然后大王给他解决，然后再喝一点牛奶。牛奶时间，大王最爱喝牛奶，呵呵。看这俩干啥呢？大雪纷飞，跑出来洗澡。
它在这坑坑里爬了半天了，我喂了一圈鸡了都已经。哎呀，这俩美的呀。好消息是我们周六去，周日去拿他们的老公，一个四个月大的公孔雀，虽然说看不出来咋回事吧，但是它毕竟是个公的，长长就有了。哎呀，真正的崽是不是？该给你们俩弄点土，这洗的多不舒服。呵呵，都冻住了这土，你还怕鸡？鸡来了。下来呀，你下来呀。哎呀呀，大王吓我一跳。嘿嘿，亚丹，跟你们说，我昨天晚上半夜等到11:40，他有个人，有个女的把他家鸭子八只番鸭不要全都弄到我家来了。哎呀，是大半夜的，你不让人睡觉，真的是气死了。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说感到抱歉。看这几只鸭子，大王离他们远点啊！大王，番鸭的特点就是脸上是一块红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个公子，肯定是个公。这两个小的应该是母的。说是他们特别能产蛋，然后孵蛋率也很高。我一开始刚来第一次养的鸭子就是番鸭，挺好养的这家伙，只是说它比较对其他的品种比较凶，其他都好。要不是它没有要钱，我真的就很生气了。我们决定先留它两天，最近没打算吃鸭子，现吃现杀比较好。哎，让你活一活吧，感受一下天堂的日子。出去玩玩去。哎，我打算把五只鸭子都送给森西啊，就是我的邻居，他不是养鸭子吗？让他养，不舍得杀母的。这几个小的都是母子。哇塞，你看那个绿乎乎的，这油亮油亮的这个，哎，这好看嘞。有点动心了怎么办？想留下。跟上队伍，牛小霞，大王。显然大侠认识这几个不是我们家的鸭子，大王也表示非常的兴奋。你听着番鸭这么叫，呱呱呱呱呱呱，这是公的，这鸭。这个头，你看这个头，咦，给你看看我们家的伙食。虽然说只有一顿饭，你马上下午就被人拿走了，但是啊，吃饭啦！这个，跑了，别跑啊！看他们那小红脸儿，小黄脸儿。走路好慢，听说这个番鸭不会游泳，因为它们体型太大，它们是鸭子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，胸脯太沉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后悔都给邻居了，来把广大网友给看一下，这几个几公几母，我觉得是四公四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也有点像。你走，走开！来，吃一个，你敢吃这鸭子？吃不吃？这傻，看来他主人之前没给他喂过，不懂，还是给自家鸡吃吧，是不是啊？今儿。赶他们去瑶池玩一下，他们几个摁着那个小水盆就在那儿扑上，把他翅膀都折坏了。哎，
我还没说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那天我想用他们那个洗澡盆儿，那个特别大那个蓝色的圆的那个，装一些那个草木灰，想让那个鸭子鸡在里面洗个澡什么的。就是那草木灰还太热了，放里面直接把那个盆给烫化了。但我发现的时候，那个盆已经变成了灰烬。哎呀，我对我自己的行为简直是太无语。来下水，下水玩。听说你们不会游泳，我要见识一下你会不会。这不是会吗？谁说不会游泳？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么激情吗？哇哇哇哇哇！我好凶啊，好凶啊，这个鸭子，好凶啊！你虽然很美，但是你很凶啊，你要被吃掉了，知道吗？啊？这鸭子太新了，双方交汇，显然自家鸭子怕他们，领地被占了，竟然无动于衷，一帮怂货！你说我们家的动物都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没有战斗力，一个是狗，见人就亲，哪是看家狗？再要鹅。鹅也不攻击人，也不看家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傻珍珠鸡！哎，我一出来，死鸟就跟着我。你刚去哪儿了？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嗯，往那儿呢？一个蛋饼引发的血案。我给了一块蛋饼给孔雀，然后他把那他在那儿叼着来回跑，让鸡看见了，鸡就上来了。行了，这会儿你也没得吃了，都让鸡吃了。好呀好呀，跑呀跑呀，你吃呀！哎呀，真是为你着急，肚子拉是没得吃了，这个还残存一点，赶紧吃，别跑了，哎。看看忙活的，就是吞，赶紧吞。哎呀，哇塞，他这个嗓子够粗的呀，这么大一块，可以。看这俩睡的头要掉了。嘿嘿，哎呀好。这我就想知道这种姿势能睡着吗？啊，真是优秀呢哈！我这样偷着大圣撸别人家的猫好吗？看他爽啊！哎呀，脸都变形了！哎哎，舒服有那么舒服吗？嗯，使劲往我手里拱，可爽够了这回！踩上哪了？干啥呀？还要啊？没了，没了。你进门吗？来，哈哈，就是开。哎呀，你看小爪儿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仙儿了。怎么地了呢？大圣要是有这么这样就好。哎呀，翻翻了！你怎么回事？就
行了吧，我不结束了吧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小伙伴们关注我哟，记得点赞哟。